唐·白居易。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可怜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珍珠月似弓。题临溪壁，宋·苏轼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选梅，宋·卢岳。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阁笔费平章。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前面那首再多拜个，拜一下前面。那个是菊类。对，对，是菊类，我看一下。好问则欲，自用则想。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智能之士，不学不成，不问不知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嗯，好。啊，各个都在忙碌的工作。我要把水弄好。我冷汗，白手抓好。明明中的早起。偷拍了吗？还要开后台看咩？如果要开后台看的话，这边还要等。你们看到直播的时候，你们不知道幕后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的，然后我们老总都擦汗去，幕后真的很辛苦。把那镜头放好，你看这12点钟了，妈妈才从公司回来，看到没有？以后听话一点，懂吗？不辛苦。那你以为啊，不辛苦啊，开玩笑啊。那我们老总还在躺着，还在直播。老总还在直播。我们老总两个老总都在播，你看到很拼命，你看到没？我们有什么老总都在拼命的吗？都在拼命的，努力的生活。